这里开普堂北美时间2021年8月3号的午夜啊，我们进入8月4号凌晨了。我们下面接着讲啊，大觉醒前夜的沸腾啊，大觉醒前那是最艰难的时期啊，最痛苦的时期啊，大觉醒前的沸腾就是痛苦时期啊，大家记住。下面我们讲到的宇宙篇啊，刚才讲到大陆篇啊，现在讲宇宙篇啊。宇宙篇呢，为什么讲？我们要看一个整体的大背景啊，这是我们群里的网友的啊，网友的一个对话啊，我们不给大家说透露网友啊，一些对话，我们把它对话，大家通过对话把境界拉开啊，看看是什么情况啊，我们就念一下啊。和美国的深层政府的重要人物都有替身啊，替身啊，替身大家知道啊。昨天我们也讲过了，比尔盖茨对他的时候，还有个对西佩洛西的时候，佩洛抓了一个替身啊。那个对这个比尔盖茨手第一次也是啊，没找到，第二次后找到啊。然后他说啊，主流媒体报道的很多人还出现在电视上的，要么是替身，要么是全息投影技术啊，这现在啊，要么是 AI 技术 AI 生物技术，类似克隆的人。虽然这听起来有一点点玄幻啊，有一点点不可思议，但是事实上就是，就大家记住，中国国内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技术或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因为不自由。在西方社会全面自由的情况下，资金各方这种东西很正常啊，找替身啊，找替身用 AI 技术啊投影出来啊，然后还有用克隆的方式都有啊，他把演员给你换着都有啊。我们讲到只有大陆国内的被圈在里面，能想象不到而已啊。你的思维不开拓，你以为都天下都跟你一样都傻呵呵的啊，绝对不可能啊。人性本是恶，天底下到处有魔鬼的，有各种各样都有，千万记住啊。所以他说，基本现在所有主流媒体报道用的视频和所谓的现场直播基本都是假的啊！现在美国和全世界基本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啊，记得啊，只不过是非常规战争，主要的领域就在于信息战，包括真真假假，以假乱真，甚至故意欺骗大众。你们没有发现吗？所有的主流媒体几乎都是在讨论相同的问题和新闻，这是很诡异的，也不符合常识的啊！大家记住啊，集体主义觉得很正常啊，只有个体主义才知道，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这是极不正常的。因为集体主义大家都是版面一块，信息又是单一，所以讨论一个问题。所以中国一个新闻联播或者一件事情，那是不正常的啊，应该是广泛性的才会正常啊。所有主要就这样啊，这个是记住，这是一个常识啊。这是很诡异的，也不符合常识，因为世界发生的法事啊，世界发生的事情非常多，为什么他们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在说同一个问题啊？这个发问发挥的非常好啊，接着啊，所有我们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的所谓新闻都是在打信息战，真正的较量是在背后，都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上。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独立思考，你才能看到背后的东西。如果你脑子都不过，全是影像表面的东西，全是假的啊，那你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了。我们讲，接着讲啊，他说那些还相信主流媒体的人真的太天真了。主流媒体说的话，说的和背后做的是两码事啊。我相信在国大陆内部，你话更应该有深刻体会啊。共产党控制了所有主流媒体。所以整个共产党在大陆就是一个现在是全球的一个缩影啊，只是全球范围大，那个 DS 还没有像共产党那样严密控制啊，没有严密控制，所以还有自由空间，所以大家还能够发声，还能够那个抗争啊。当完全全球像共产党一样了，那就完蛋了啊。我们讲的啊，美国主流媒体分为左右两大派啊，后面还有啊，但是他们背后都是 DS 一手操控的。这是他们故意制造的二元对立的假象，这就是高手了，玩高手就像共产党躲了后面，像这种在国内这种种豆苗的也是一样的啊。那么上层啊，官方在里面讲啊，你不能强制，下层就干强制，所以都是他后面其实都是一个大老板啊，共产党习近平他们的一个中央组织这么干的，让底下这样搞啊，让你自己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
所以到左美国主要分为左右两大派，但背后都是 DS 一手操控的，他们故意制造二元对立的假象啊。网友讲高级的玩法哦，对的啊，原因就是因为 DS 深知在美国人的价值分裂已经到了严重对立的局面啊，这拜托几十年的左派成功的在各方面的洗脑啊，真是。然后网友讲利害国让韭菜们互搏也是同样的思维模式啊，没错，让韭菜们互搏啊，这讲到的底下了，所以我们接着念啊，接着告诉大家。他们知道如果仅仅只有左派或者及左派媒体，那么有很大一部分保守派就不会去看他们的节目，那这部分保守派就会成为游离于媒体之外的群体。为了也给他们进行精致的洗脑，就需要一些右派媒体吸引他们，这样就可以把左中右全部的人都纳入了 DS 操控的媒体中全方位的洗脑啊。这是什么概念啊？这是什么概念？换了在中国上面，就是说他顶层啊，顶层他要全面控制你，他就设把两方面都是设计啊，比方说国内的什么民主派和专制派啊，全是他自己派的人。你包括到美国来的民运人士里面，为什么他要渗透？共产党最后知道了，你光把反对派真的排除在外是不行的啊，这样他老攻击你这不好，我干脆把你收买过来，我派我的人去反对我，派我的人去反对我啊，这样的话你大家就搞不清楚了。所以这个时候包括海外的民运、海外的法轮功，甚至郭文贵最典型的一个啊，这些他的任务估计就这样情况，然后导致你反对无效，你也没法去反对，你也形成不了你有效的力量啊，到最后全部被他包饺子啊。说白了，那么 DS 呢也玩了这套东西，是 DS 是以媒体为主玩这套东西。中共呢后来明白了，也是把海外的媒体，把早期的海外民营媒体全收买了，大量的啊，不是说百分之百收买的啊，我们讲到这个啊，基本上就在这里面鱼龙混杂在一起了啊，是一样道理啊，大家记住啊。所以这样他把左中右全纳入到自己的一个系统里面来了啊，在自己的系统里面你就跑不了了。我们讲到啊，基本上就跑不了。搞阶级斗争、仇富、骂戏子，他们的二奶三奶躲在美国赎美金哦啊，这网友补充的啊。右派的媒体吸引了很多保守派，但是他们的洗脑更加精致化，上来看上去是迎合你，但是你做不了主啊，都纳入到他的轨道。以前有个本群群友说，老川也是 DS 玩的二元对立啊，如果这样这世界啊就没救了啊，就讲到了。因为有些网友也讲的啊，就是说川普也是被 DS 收买的啊，收买或者也在里面，就是玩这种对立啊，这个是他们的想法啊。我们讲到现在有了 Q 了，就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因为 Q 跟 DS 是并列的，如果他不并列这个事就不行了啊。往往是玩两套东西它是不并列的，它让你底下并列，上面是不并列的。所以如果老川后面是没有 Q 的话，那么你说这个他是被 DS 有可能，那你没法佐证他不是的。但后面还有个 Q 跟 DS 两个对抗啊，那 Q 和 DS 对抗上面还有谁呢？哦，呵呵，如果上面也是并列的就 OK， 上面要是不并列的呢啊，所以大家理解啊，这叫往高维度上去就是金字塔，下来就是一分二一分二一分二啊，加积极的啊。好，我们再接着讲啊，所谓金字化就是他们只报道所有主流媒体报道的新闻内容事件，这方面和左派无异，但是在观点上他们互相对立啊。网友讲完全有可能听懂这一点吗？那怎么把两派东西弄过来呢？都讲同一件事情啊，然后呢两个人在同一件事情上是对立，互掐互掐，哎，你看得津津有味啊，你发现这个很可以，但其实这件事情是他们设计好的啊，设计好就等于你还是逃不了他的一个坑啊。我们讲的啊，这个就是高端的思维讲起来啊。好，我们再接着讲啊，他这样不论左右全部垄断了新闻事件的报道，只不过他们之间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是对立的，但最大的问题是和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起到了转移大众视线的目的，记得吗？啊，国内的啊是什么民主派啊，民运派，国内的民主派，党内的民主派，
跟共产党的激进派一回事，就这样那个意思啊，通通你过来啊，然后啊，让你只关注他们报道的事件，似乎这些事件是世界上唯一需要关注的所谓大事件，其他恰恰正是他们联手掩盖了背后真正发生的最令人发指的、最黑暗的、最恶心的，也最违反人伦和底线的丑恶的大事。啊，这一块反过来讲，控制了媒体以后，有点相当于啊奶头乐的几种方式。奶头乐的一般来讲，我们理解成娱乐方式。啊，那么娱乐方式有的人不感兴趣怎么办？哎，政治方式他也跟你搞一个奶头乐，双引号的啊，看上去大家都但是把你吸引到这上面，两相对的掐弄的啊，掐弄其实是专门针对那些对政治关心的人的奶头乐啊，理解吗？然后这个呢是在他一个维度下面控制了维度下面，超过维度上面不在他这个范围的东西，他给你切割出去，那你不知道。你比方说，生成那个肾上腺素红啊，这个恋童癖，他给你切割出去了，啊，切割或者比方说宇宙上的东西，他都给你切割出去，给你屏蔽掉了，啊，你比方说外星人和宇宙飞船，其实老早都存在啊，他但是他就告诉你那是假的什么东西啊，给你屏蔽掉了，或者用一个另外一个方式，什么机器人呐、啊，或者什么科幻片呐、啊，来给你哎，让你麻痹你。啊，理解吗？代而代取，然后让你控制在这个下面，这就叫高级控制法。当然，它是全面掌控的情况下，所以它能设计这套东西，然后请君入瓮啊。这讲到这个啊，好，我们再讲，接着讲啊。所以网友讲啊，所以身为才是人生正路啊，不依靠任何人，只依靠自己独立思考、逻辑判断，身为。没错啊，这就是我们开悟堂一直提醒大家的啊，身为独立思考，你只有独立思考，你才能破它的啊那个笼罩的东西。我们讲到什么开悟，就是突破你的局限性啊。有那么你如果说遵从于社会，没有独立性的话，那你就突破局限性的武器你就没有了。那么你就会被那些人，比方幕后控制，他把整个社会环境都控制，给你设计了一套一套啊东西，然后你去突破他的，那就错误了啊！你要突破自己的维度啊，突破自己的局限，而不是突破他的局限。你要突破他的局限，你就成了他的高级打工仔了。他给你设计了一套又一套，一套又一套，你永远突破不了啊，掉到他那个坑里去了。千万记住啊，你包括那些反对那都无效。所以我们讲，当你突破自己的局限，你就是在创造，在建设。你就不入他的轨道，他就没辙了。所以这里面我们提醒大家，反共你别用共产党的方式，别用老套路去，老套路去你又进了共产党那个套路了，他给你设计好多让你去反，今天反这个明天反那个，都是他干的。所以那些我很多自媒体也好，我们给啊反共自媒体，我基本上有时候听都不听啊，老掉牙在里面，你根本就无效，你知道吗？无效，你要想办法建立套出他那个框框，他控制不了框，新的东西出来以后才能把它彻底取代掉啊，那个反共才有效啊，那才灭共，那个反共才有效，或者灭共才有效，否则没戏啊，大家懂得这点啊。好，我们下面接着讲啊，这就是左右合谋的结果，剥夺了大众追求背后真实发生了什么大事的真相啊，把左右两派的人的视线和关注点集中在他们报道和争论不休的所谓大事上，也就他给你命个题，然后让你双方去对垒啊，互辩辩论啊，争论对垒，然后吸引所有的观众在里面啊，在里面那个跟嗨啊，跟嗨啊，甚至是故意啊制造两方面的极端的对立啊，那吸引大家啊，然后应该啊。主流媒体报道的很多人还出现在电视上的，要么是替身，要么是全息投影，要么是 AI 技术、生物技术类似克隆的人。基本现在所有主流媒体啊，又出来一遍啊，报道用的视频和所谓的现场直播基本都是假的。现在美国和全世界基本是第三世界大，只不过非常规战争，主要的领域就在于信息啊，这又讲了一遍。啊，以假乱真，主要是信息战，包括真真假假、以假乱真，甚至故意欺骗大众啊！你们没有发现吗？所有主流媒体几乎都是在讨论相同的问题和新闻，这就是很诡异，也不符合情况，因为世界发生的事情，
啊，非常多。为什么他们所有作品都要讨论一件事情啊？我们再讲啊。说你的问题的前提是超级，超级德尔塔病毒，但是大肆宣传的目的也许就是让你打小针针啊。超级大病毒没错啊，超级大病。有节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都是 DS 的人，括弧希特勒和斯大林啊。现在开始知道了，希特勒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什么什么后来啊，斯大林也是他们后面支撑的，否则斯大林光前苏联没有那么多资金，没有那么多武器，没有那么多资源能够抗衡得了德国啊。第三次世界大战双方是否也是 DS 玩左右两手互搏而清除辣椒人口？辣椒人口，这一点呢我们现在没法啊，没法确定啊。但是一般来讲你不要去这么想啊。我们讲到有 Q 和 DS， 那么就是说 DS 后面还有 DS 嘛啊，这个由大家去动脑子啊，这是一个脑洞开的啊。然后我讲真是看透人的只有上帝，能要看透人不生维度都是盲人摸象啊。他恐惧是他们的吸金大法，对的啊，这讲的我认为是的，不管哪方赢都是 DS 赢，这是网友可能的一个猜测啊。我们讲到啊，猜测不排除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思考方式啊。然后他说 DS 一直都战略就是挑起两元对立，在乱中取得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嗯，没错啊。然后另外一个网友讲，他说我怎么感觉没有好东西了啊，全是围在一个水塘，现在不同位置用不同饵料在钓鱼吃鱼啊，没错啊，我们讲了，看来有可能老川和 Q 也是他们的，这是另外一个网友讲啊，根据他这个思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啊，你没法佐证啊，你只能相信不是的看啊，所以大家要独立思考定的啊，说现在还看不清，但老川是有妥协的。啊，这个是肯定有啊，妥协是肯定有，不可能两方面对立啊。其实消灭他们眼里多余的人口对双方都有利啊，这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一点啊，提醒大家的。因为一来节省很多养老金，二来节省资源，人口的减少有利于对资源的有效控制啊，记得啊。所以双方都对打针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另外一个网友讲，他美丽天使严博士很多言论和结论只针对非和利害国啊，只针对匪和利害国啊，没有整个人类或 DS 概念，也不知道是否也是匪的左右互搏啊。这网友也开始啊怀疑质疑，很好啊，可以质疑没关系啊，这样讲的啊。然后网友讲，老川也没有明确反对。嗯，就讲打真正事也没有明确反对啊。现在讲上帝视角的话，确实要为地球减负。另外一位讲，从上帝来看啊，是要接减负啊。所以我们讲，另外一位讲，他有消息显示 ，Q 的背后是地联啊，地球联盟啊、嗯。那这个地球联盟又是什么呢？啊，大家啊，地联的一部分人是从盖博叛逃的啊，这部分人参与过一些不人道的项目，他们加入地联后不会进行全面揭露，而是选择性揭露啊，这个呢有大家佐证不了的，嗯，深层一层，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你一定要独立啊，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的信仰啊，不受到这些所有左右啊。然后网友讲，那严天使根本不敢提 DS 啊，网友讲啊，严天使不敢提 DS， 所以大家知道啊，这里面呢后面是什么东西。而另外我讲他很难用黑白去划分，只能说每个组织关注的利益点不同啊。这网友讲，他说因为美国两党的人都是 DS 的傀儡，这个是大家知道啊，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都 DS 傀儡，这是老川跟他们有所不同，所以才出来一点啊。所以这从这一点来讲，可能老川就不是的啊。但是呢，你也没法啊，事情没揭露出，没有完全爆出来，不知道啊，只能按这个方式推着走啊。他甚至用灰都不太好去划分啊，甚至用灰都现在都用别字啊，这很别扭，我们发音发不好这个词儿就不行，用灰都啊，灰都不太好去划分啊。那 Q 如果直接地表全面解放，那应该就不需要紫薇圣人啊，这网友又出来这点啊，但是剧本里有紫薇圣人啊，剧本里有紫薇圣人，我还没看到啊，这我不知道这网友从哪里，那情况就没这么简单了啊。
而且对他来，另外一个讲，对他来说那是美国内政，弄不好自己也搭进去了。然后我讲，老川的确想拯救美国，但是他也看到很多人根本不值得拯救，这也是事实啊，这是事实。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世界的复杂性啊，这是终极原因啊。这网友的交流，大家好好听啊，好几个网友的交流，我们不说一个啊，所以大家跟着围绕这件事情开一那个激活自己的思维啊，扩展了啊。那些打针的基本以左派为多，老川内心恨不得他们快点都是翘辫子啊，将来对他回归只有好处。嗯，这个也可能啊，我们讲的啊。然后另外讲他厉害过更是如此啊。OK 啊，这是讲到。好，下面讲，作为炮灰的命运是卑微的，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像老鼠一样活着吧啊。其实都一样，王毅讲，对于草根叫嚷的三个官都是扯出来的啊，就讲到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的细节啊。他九成以上人回不到上帝怀抱啊，网友接着讲啊，他说这个世界没有圣人，只是像老川这样的人起码还有底线而已啊。 OK 啊，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其实 DIS 一直把基国当成了他们全球化的试验田，全球化只是共产主义的代名词而已，其实一回事，只是他们不想听起来那么令人反感。所以我们讲的这网友啊，太厉害了啊，脑洞大开。昨天我们播报的那个怎么拆解中共啊，拆解大陆的情况也是啊，网友高手很多啊，都云集在我们这个开悟群里面啊，非常好非常好啊。老川也不用把他当圣人，那是国人思维，没错啊，这讲的非常非常棒。我们讲共产主义也出自西安长老纪要里面的思想，西安长老纪要里面思想啊，这些网友都是非常的像人啊。另外讲人，我认为就是底线上的和底线下的区别啊，没错，你在底线上面还是在底线下面？底线上面啊，就所以讲的一个人啊，底线下面你就滑到动物层面，滑到植物层，滑到魔鬼层面啊，底线上。所以我们分的那个五样东西，它都是你要从那个角度，就是不同的底线啊，不同的底线。底线又是什么玩具啊？就讲到底线又是什么玩具啊？好，网友接着讲，他起码不会把人家的孩子拿过来提取了肾上腺素，给他们邪恶的引头和利益啊。他说，网友讲一回事，只是 DIS 不停的变换说法，主要是讲到的全球化和这个共产主义啊，这讲到啊，只是变换不同的说法，换了不同的啊名词啊，你有哲学概念的人才会看透，你没哲学概念，我也觉得是两样东西。其实有时候你根据他一交流就知道是一回事，是吧？非常好啊。所以网友讲，傻子和坏人在底线两端，聪明人在底线附近，贼人坐在底线上啊，底线下应该是在底线下啊。我们讲到啊，然后网友接着讲啊，就是昨天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二元对立，今天又玩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二元对立，会吗？啊，大家记住这点啊，可能会啊，民族化甚至是种族化啊，应该是玩种族化啊，和这二元对立啊，套路是主流啊。这讲到了，所有漂亮的、挺拔的、尾蔫的枝叶，只要还挂在树上，都受土里那条主根控制。这是网友的激发了思维啊，直到叶落断枝啊，没错啊。讲，然后我讲，现在的厉害国兼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本质是奴隶主义啊。这个大树能否存在，全看上帝意思啊。我们讲的会穿插啊，大家好好听的啊，有时候他们穿插念的，我没法啊，没法给他分开啊。奴隶社会那不是商纣王那套吗？啊，对的。所以我讲 ，DIS 的目标就是全球奴隶社会。全球化的奴隶社会啊，然后网友另外一个网友接着讲，在世上没人喜欢别人跟自己过不去啊，这和对错也有关系啊。我们正好是不读这个穿插，否则乱套了啊。然后网友接着讲，他只是某大国作为 DIS 的模板成功实验的结果，这个结果也是他们极力要向全球推进的，这就是豆苗为什么要出现的原因啊。网友把这个东西结合起来啊，某大国和 DIS 一回事啊，他说现代奴隶制更好控制，芯片一装啊，都成机器人，
想让你干嘛就干嘛，没错啊。好啊，这是狠的啊。电影《雪国列车》反映的就是以上啊。其实好莱坞的很多电影还有迪士尼的电影都是反映 DS 真实的想法和已经在实施的。大家提醒的啊，空了大家可以去做啊。DS 用符号化和各种手势、电影、音乐等等都在释放他们的目的和实施的一切事情啊。另外网友讲，他说其实人类现在的你我他已经成功升维度了啊。他讲下一个维度是人被人用肌肉啊压和武力调整关系啊。在现在什么维度啊？在现在是用意识调整人之间的关系了。升维度可是莫须有的东西啊，不需要用动物本能能力，等于也就是不再一根筋了啊。这时候其他网友的理解穿插下去啊。那么这一段讨论呢非常有意义啊，提醒大家啊，大家不要下结论，不要下结论，一定要把脑洞开。我们讲到有意义是什么呢？是网友基本上都是开脑洞的方式，独立啊，你独立脑洞在开着，那么你在运行过程当中审视一切啊，甚至不被别人所左右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啊。那么下面再讲两条啊，这个大格局背后的东西。第一个 stupid 讲他替地球气候在极端化，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突现创纪录洪水，300平方公里沙漠变湖泊。2021年2月美国遭遇创世纪低温，6月美国遭遇高温，7月河南迎来创世纪洪水，巴西出现7月飞雪，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又突发洪水，更可怕的事情恐怕在后面，越来越多自然灾害会造成饥荒，看来地球在进化人类啊。提醒大家啊，这里面自己去琢磨啊。下面还有一条啊，地狱使者讲黄带鱼不祥之兆啊，被称为地震鱼、地狱使者，在水下1000米至200米的生活，一旦出现在潜水必伴随着地震、海啸等灾难啊。应该是一个多礼拜还两个礼拜之前，大家网友应该是在中国浙江福建沿海啊，那么路上发现了一个黄带鱼啊，大家开始不知道，那时候报道过啊，但是路上有黄带鱼也是很奇怪了，不大可能啊。我估计那个网友他们可能是福建沿海捞上来以后放在了一个新的，下面这个呢是真正打捞上来的黄带鱼啊，大家看一下啊，捕捞上来的，没说是具体在哪里啊，我们还真不知道啊。你看多么宽啊，20厘米，至少20厘米宽那个大黄带鱼啊，这个看一下啊，哦，这么大的一条长的带鱼啊，黄带鱼。那么这块说明地底下有活动啊，我们讲到慢慢大家就等着。好，这一段我们到这里啊，记住啊，这是讲到的格局啊，一定要把格局打开啊，避免掉到另一个陷阱啊，掉到另一个陷阱。所以一定要就事论事啊，我们中国人是不会就事，这个就是就事论事啊，你要就事论事，那么才会有所谓真正的啊所谓的质疑啊，我们讲的就否则话你是为反对而反对了啊。 OK， 这一段我们就到这里啊，叫宇宙篇啊，时局对话，看看是怎样情况。下面我们再讲一个全球篇，震荡的澳洲啊，介绍大家。 OK。